历史世界频道：新加坡英属时期，海峡殖民的时期的新加坡是指一八二六年至一九四二年的新加坡史。在这一时期，新加坡连同马来亚和槟城并称为海峡殖民的。从一八三零至一八六七年，海峡殖民的为英属印度孟加拉管辖区的一个分区。 自一八六七年起，海峡殖民的自成一区直接由伦敦的殖民总署管辖。在这一时期，新加坡快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战，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在二战时期侵略新加坡，英治时期于一九四二年二月终止。 一千八百一十九年，英国官员斯坦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建立一个贸易据点。一开始，荷兰反对英国在新加坡的贸易势力，认为此举有损荷兰在这一地区长期占有的优势。到一八二二年，荷兰已经清楚意识到英国无意放弃在新加坡的势力。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的英荷协议巩固了英国在新加坡的地位。此协议规定了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瓜分。马六甲海峡的北面成为英国的影响势力范围，而南面则是荷兰的势力范围。这一协议对该地区有着深远影响。今日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受英国影响。 今日的印度尼西亚受荷兰影响。一八二六年起，新加坡归属东印度公司管辖。一千八百三十年，海峡殖民地成为英属印度的孟加拉辖区的分区。这一状态持续到一八六七年。随着新加坡不断发展。 海峡殖民的管理当局的管理匮乏与管理不当逐渐凸显，英属印度当局对当地治理消极，对当地生活条件现状冷漠，官僚主义丛生，新法律难以通过，这些都惹恼了新加坡当地的商人群体。 于是，英国政府最终在一八六七年四月一日正式批准了新加坡成为一个英国直辖殖民的，一切事务由殖民总局，而不是由英属印度管理。作为一个英属直辖殖民的海峡殖民的，由一总督直接管理，其常驻新加坡，并由行政局和立法局协助管理。 行政局和立法局尽管不是选举产生，但是当地人进入政府的比重不断扩大。殖民政府颁布了许多措施来解决新加坡的当地社会问题。在毕其林的领导下，一个保护华人的机构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建立。该机构旨在减少帮派火拼，减少妇女卖淫。 一八八九年，总督史密斯禁止天地会或罗祖教之类的秘密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 18, 并未对新加坡产生直接影响，战火并未央殃及东南亚。唯一的一次显著事件发生于一九一五年，穆斯林印度兵组织了一场暴动。 该暴动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有谣言传播，声称该地区的印度籍士兵要被送去鄂图曼帝国前线。因为鄂图曼帝国同属穆斯林，穆斯林印度兵强烈反抗。在暴动被镇压之前，他们杀死了他们的英国指挥官以及几名英国平民。一战结束以后。 英国政府斥巨资在新加坡建造军港，以此作为对日本帝国日益扩张野心的震慑。原本计划于一九二三年投入建设，但工程进展缓慢，直至一九三一年日本九一八事变才正式投建。一九三九年才花费五亿美元巨资正式建造完成。 它号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汉雾，并能支撑整个英国海军的油耗长达六个月。丘吉尔曾称它为“东方的直布罗陀”。极度讽刺的事情是，这个奢华的军港根本没有舰队驻扎。英国的舰队大部驻扎在本土军港，其实已无力打造另一支保护其亚洲的利益的新舰队。 英国原本的计划是让其本土舰队航行更快，以防新加坡的不时之需。然而，当二战于一九三九年秋天爆发，本土舰队全部用于守卫英伦三岛，已无暇兼顾亚洲局势。感谢收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